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36届中国围棋天元赛，半决赛，也就是挑战者的半决赛。刚才那盘棋，柯洁应该是赢对，了。似乎还在下，但是应该我随时觉得就这个结会局结好像束。应该不会改变了，对，多吧？那么这盘棋呢，就是另外一半边呢，应该是芈雨婷，对阵陀佳陀佳希。希，他们的胜者正常情况下应该和柯洁对，争夺挑战权。是的，好，我们来看棋，这盘棋是由陀佳希执黑先行，执黑，行为。黑棋点三三。爬一个。好，飞，飞出来，这个定式，现在是定是式，的，来挂，小尖，黑棋小尖，又点角了吗？点了，又点角。除此之外，其实这一带应该也挺大了，边上是，拆一个是对对对，吧？这拆一个也是很符合常理的下是说拆一个，但是我就嘴里这么说，手里我就跟不上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拆一个是原来的话。我觉得，比如说拆这个是很好的点，但拆是在现中在间，我底气不足，并且我几乎可以肯定，这个在人工智能的眼里是要被降点是不是拆得远了点儿？觉得，的。不过我实际上如果下成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执迷不悟，我还是会下在这。这是我所能理解的对下对，法。是的，这个一个人对棋的理解还因是为很难改人工变，智能，比如说它推进了这个。比如他即便高10个胜率的话，我也不会选下在这。就接下来掌控不了这对，件事是后续的变化不明白，还不明白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他实战，他实战就没在上面拆，也是点角了。这个盘棋看看这个角还会不会被点？长出来，然后小飞，长一个小飞。那黑棋立马就夹住他了，这个加是一对，个句号点了。没错。这个你既然不拆，那我就夹击你啊！这个也很符合常理，看是，起来。那么黑的这3个子不拆，白的也拆过来，这也符合常理。这个是人类棋手非常好理解的一个下法。对。然后黑棋扳了一下。黑的这个下法很凶。就形成了一个扳了靠是吧？很复杂的一个变化，对。这就当你来做这个时候，我来这个非常具有挑战性。如果说在这儿的话，他是不是感觉都不太敢了？对，那上面是高这位样。好像不太一那样。现在这个地方有个箭中出来，对，还是不太一样，因为白棋它是吃掉。吃，然后断打。白棋吃这个有没有可能啊？这黑的吃这个，再打吃。白棋肯定要打吃掉了。打吃不过，他有可能接上这个图，是啊。这图他不是提的，他是接上。接上，因为这个棋，这个他正好进出来，这个好像黑的有利，所以他实战的话，像这样的时候，白棋下的这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变化。我还奇怪说这个变化只是对，白这棋面前有一切个，裸子。本来这个子没有，实战也有这样的下法的，对吧？就是现在黑棋吃掉，打这吃是一个接局上。部的一个定式。然后飞一个。这个一般来说黑的是中子不利，白的才选的这个下法。对，那么飞一黑个。的应该飞一个。那么现在白棋这里已经有一个了，白棋应该不会下到这了，也下成这样。那白棋必然是要对，长现在出白的长一个，长一个呢，现在如果你走这个呢，这几个是被掰死掉了，是这的，个没用，所以你走这个呢，它正好封上，这看起来似乎黑的是不太有利，黑棋他是走到这儿，我还以为他这个3个子是跑不出去的，感觉他还是要跑，还是要跑，白棋罩住他。他表示你这三个子是跑不掉的，我不能随便让你跑掉。对，黑棋，双。
这个棋，嗯，一个是搬注式肯定是不行嘛。他这样吗？嗯，接上，这样就一粒一粒，这是里面是什么呀？那么冲一个，我也是劫了，就对，对，劫肯定有。走这个呢，我有点担心是靠出来有没有，不知道。哦，还有个靠出来，政治不利，政治不利大概是不行，这样黑棋不行。哦，这个图应该是杀不赢了，对，正好差一气，对，看起来。那他如果搬注不行，那他一定要杀气，可能有点累。对，嗯。但还有个下法是跳了。对，跳这个。跳这也是个棋形。嗯。跳这个，我觉得你如果这个没冲掉的话，他说不定搬过来跟你转换，是不是有的可能性冲过来？哦。嗯，好像这个棋局部来说，就算实战那个。嗯，他下的是正解吧，他是这个，然后人家拖一个，对，然后他靠出去，他冲，他搬他挖一个，他断，对，你现在冲的话他就这样冲，往上冲一下，对，你这吃三个子有点亏，对觉得对嗯，所以白棋退出去，对，藏在外面。这好像全杀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，实际上它也是有必然性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现在来说，从黑棋来说，要抓住的头绪，只有从这里往外冲着头绪了，因为这个是不成立的。现在你这根本就放不进，气都没有，打刺街上进去也不行。当然，黑的呢，这是可以先压一个，是先手，但是不能再压了，再压就是后手。是的。那么，黑棋局部的气是不够的，但是黑棋我们看啊，他冲，对，他实战是走这个，这是挺好的五棋，但是人家加一个是就是把你吃了，这气不够啊，黑的气子呀，他这是气掉了是吧？对，黑棋气子，只有气子了，对，但是白的也不能反抗，就注意这个、这不能乱拱，这个街上这个要吃，这个要吃，这不行，所以白的下这个是行的，但是就是不便宜。这个白棋再加，这个也是把黑棋这个是吃掉的，但是就是黑的这里可以走过来。这个必须得就被人家给，那还不如这个不打的，人家这儿还有个断点。对，他是没打。是的，没打的话，就是当黑的搬的时候，白的是走这个，不过黑的就可以打两下。打两下，就是打两下。对，这个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都猜过的是吧？对，成一个套路了，像是。对，他就把这个打掉。这是虽然手速多，但是这是有相当必然性了。对，反正好像两个人都很清楚。对。关于这个局部下完了，胜率也差不多。跟起始差不多。对，这手棋当然也是大局为重，看上去挺舒服，但是也可能也不是肯定要下来转，这个也非常大，对，这个挺大的，我觉得啊，我选我可能会下那个，他因为作为黑棋来说，他也许非不一定是拐了，但是拐也可以算拐，拐了我就点这个角呗，点三三是吧？那也没什么。然后过一会儿的话，点完三三，如果能挣到先手，那最好。我说这个围一个是不是也挺大？是，因为这手棋啊，它是起到了围这个空的作用。对，不是说就把这个子给封锁在里边。是，这是当然封锁这个子是一个目的。第二个就是，这有子了，这一带就能成，就能够规模成空。那么实战，我们看一下实战啊，这地方皮下出来。被他白棋实战是走在这儿了。这个棋形，我们如果要攻这两个子的话，应该是，比如说应该是这么攻。对吧？应该是这个方向攻。那么白棋正好是进来，你这一带的空如果成四路的话，你对于你这个后势来说毫无意义了。那么这棋的进攻方向
你再从这攻的话，不大可能人家正好出去。如果你现在还只能往这下的话，就更可以看出来，当时黑棋的应该选那个这个或者这个大，就是有这个理由啊。当然，涂嘉熙，他选的这个也有他的道理。不过我们就是要看他的后续的变化。对，是的。我是觉得这个挺大的，不知道这个棋友们以为难否？我支持曹老师。这个比较实惠，就是棋比较容易下。对，走了这个之后，你围大家围。嗯，对吧？另外，你看你走这个的话，黑的还有一个好点，这个点角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。嗯、这一带其实黑白棋也是后上加厚呗。没错，反正他都这么厚了，他拐一个就让他拐吧。那么我们来看他实战的进程，嗯、就黑的白棋走这个之后，黑棋怎么有效的进攻？嗯，他走这个黑棋八、哦，他是这个白棋下的清零了，对，他是走这个，可能也好，这个终有可能被黑棋往这飞起来。是的，嗯，虽然是慢了半拍黑棋，但是也往这个方向下，嗯，白棋是实战下的这。难得看小米下这么飘的招法，这难得，这有点飘，嗯他的棋一般都是绷得特别紧的那种，嗯，黑棋靠一个，靠一个，嗯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不能断的，这地方不能断，还只能退。他接上、嗯，便宜吗？他为了啥？为了搬？就是他这个目的很显然，就是不让白棋这么跳下去吗？对，就是要走两个，但走两个本身白棋外围也厚。嗯，这个呢，这个棋形倒是把这个子基本上是吃干净了。没错，算基本上吃干净。嗯。这厨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估计也差不多，嗯、这个是估计也差不多。嗯、这个顶长，然后看看脚里有没有棋，脚里没棋的话，白棋这几个棋是做的是无用功。嗯，哦，他脚上是还有味道的，是吧？我还想着这脚上是不是应该没棋了？嗯，那他的棋是这样。首先你肯定不能那么吃，嗯，是吧？那么吃会有问题，这也吃有问题吧？嗯，但你我先吃，这个你吃得着吗？我是在看曹老师，他如果说这次接上是什么呀？接上的话，他接上断是不是？他如果断是先手就有问题了。嗯。那好像断是先手的话，这起码有个打劫，肯定有问题。那肯定是先手啊、嗯！你现在这肯定出问题了。如果您这不，我就这么吃是出问题的。我这断是先手，对对对、嗯，是的。嗯，反正如果断是先手，肯定要出事儿。那他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吃、啊。哦，吃这个的话，他是不是？他不需要立，打了几怎么办呢？不，你打我不要。哦，打了不要了。不，但这个棋也是有味道的事，就是白的可以断在这里。嗯。你的味道确实是不好。嗯。断这个的话，它硬哪儿了？我就想这个。很不好。就这个地方是要补棋的。很讨厌，这地补在哪儿？补在这儿。所以头就大呀。嗯，就不行，这打完接上先手，这外面味道好饿。嗯，这个接这个是先生啊，哦，接这个他不一定是先生，不一定先生，不一定我也急啊。那他就单接好了。接是先对，单接是先生，接是先生，接是先生。接个他硬起来还挺讨厌，他不接在这儿被一挤。对，所以，嗯，这地方味道不好。嗯，那么白棋实在是吃这个有没有棋、嗯？我们看一下。他如果说接上，假如说接上能不能行啊？接上白黑棋人家接。那好像也没什么棋，看起来、嗯、这样的话，它是断吗？这棋能不能断这个？断一个，它接在这儿，接在这儿，这是棋吗？这看起来好像，如果那样吃的话，吃得很不舒服，感觉。嗯，对，是的。嗯。总是有点味道，有点味道。嗯。它现在这个也是有味道的。嗯。也要出问题。黑棋挖打的时候，他单挤，但是挡住。
当中是什么状况？那他往上一冲，哎，是冲的吗？他是往上冲。哦，他是往上冲的。这就是、嗯、是出问题。然后再一击打。一击打。那白棋很。那就转换呗。对啊，就是白棋剥一层皮，白的还是成功的，很开心吧？我觉得。对，白的。而且这外面本来那一层皮。白的还是可以的，不过黑的是、啊、黑的是走到了先手。现在很厚了。唯一黑棋感到满意之处，就黑的是先手。好吧。嗯。现在黑棋是挂角。嗯。它不是点角，其实这个不压之前点角，其实也挺好的一个点。嗯，是的。嗯。搬了靠。搬，挡住，嗯、然后靠、嗯。靠。白棋吃一吃。白棋接上，白棋接住，一些长长的，一些长一个，嗯，我还觉得这个右上角白棋挺转呢，还可以，再下了几步，发现好像也不怎么样，啊，嗯。但是现在是白棋拆了这个。黑棋特别下的特别简单，嗯，黑棋就长了一下，然后白棋拆过来了，嗯，拆了一个，黑棋呢这里是也是拆了个二，嗯，上靠，他顶了一下，下成这样，哦，嗯。白棋是往这儿靠的，曹老师这棋，我还老想着是不是把角地守守住，他是觉得这个被人家拍一下，这角地也没什么可守的嘛，对，也不守了。这角地难道不大吗？我是觉得挺大。他是不是还有点怕暴动啊？这地方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他如果什么都不怕，他就不走了，他想加厚、嗯、不过黑的这反击也蛮厉害的。嗯，不过好像白的是有退让的余地的，这手其实可以退让的、嗯、这手棋啊，就长一个算了、嗯、对，长一个，他如果再冲就再长吗？再长或者不理，嗯，或者就不理，还有、嗯、不，这个不理就尖锐，然后赶紧尖锐、嗯、我是觉得这个角还是很大的吧，现在外面的士也下的差不多了，这难道不争空啊？对，这都是木啊。但这棋黑的就冲出来也算满意吧。但不过白的心情上是要挡、嗯、挡了就是很乱的棋了。嗯嗯。白棋就黑的就断上去了。嗯、断了。接上。一长。长。白棋是不是跳。他立了一下，啊，立了再跳，立了再跳，这儿，他为什么不单跳？不过力也挺大的，倒是，嗯，单跳他还怕人家压他一下还是怎么？人家冲了，先冲加过，这少力也不太像，我觉得啊。其实他单跳呢，他是保留了搬了打吃了下去的棋、哦、就这个呢、嗯、这个现在走掉之后，这两个子啊，那可能被黑棋可能往这压迫，这个是被先手，嗯，这中央作战可能会有点区别，嗯嗯，好，现在黑的终于这个打吃一下，嗯、哦、赶紧把这个打掉，嗯，是的，踢掉。哦，这个战斗，这涂鸦戏下得很顽强。飞一个。对。飞一个，你看那棋他是搬一下，这下得很挺顽强的。嗯。他长可能就是后手了。对。他跳出来。是的。他搬，他如果搬一个的话，他下什么？他不会不硬了吧？接上。接上吗？接这个。诶，那他这两个。一定便宜是吧？便宜总好的。不知道。单拐他可能走到脚里，他搬一下，作为黑棋来说，他总不错是吧、嗯？这意思。如果这搬还是有风险，
实战小米断上去了，嗯，断上去退，嗯，这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场面。是的，白棋尖顶。这个、哦、刚才曹老师、如果说白棋搬的时候搬底下的话，他会不会不理对想点别的办法？不理赖是，哇，这个贴，这下不出手。嗯，不也不一定啊，这个真的也不一定。如果贴完之后，如果贴，如果能搬能飞，都已经置白棋死地了，也是可以下，倒是。主要是我想着您也如果有可能，长的话，我还可以连搬搬下来，有可能。嗯，连搬他也不理你了。哦，不硬了是吧？哎，哦。那这还是中央打，你贴着一下就不理了，贴着一下，那我就赶紧抢中央了。比如说这样，是有这可能性，这个、不过这贴也是，实在是有点贴不下得出手、嗯，要下得出手才行。不过这搬，不管怎么讲，总比这个退好。嗯，所以他是搬了一个，嗯、搬一个呢，就是就看这个断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。我这些白的好像也很顽强，嗯，白棋坚顶一下，这个棋形也是很顽强，嗯。坚定啊、哦！你力甚至白的是不是也往这压着去了？这可能有。哦，他那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力吧？对，应该不会力，对没有力的道理、这个、是吧？是。他往这里，不过呢，嗯，白棋这个也很大、啊，搬一个是吧？啊，搬一个，那挺为难。那只有挡住，不挡住吧？不挡住好像太松了，就觉得不能自己接一个什么，是吗、啊？这不像样的。棋太松了。然后，但是他打出来，嗯，你看这棋你有点小问题了，还是、大接？他提，你怎么办？你得接回去，好像，好、啊、像走这个了。对，他虎了一下。那仗着现在黑棋，对，我要给你打劫，劫才有力啊。是的，就是、虎一个，嗯，但是白的。白的可以不理了，跳出来。嗯，他不需要非要使这种特别极端的，就猴打断把你这种。还黑的也蛮厚，黑的提了一下，白的没提下、嗯，这又被提掉。哇！啊，是又被提很大局的拐震了一下，又被提了、嗯。那这个脚有点惨呢、啊，看起来。对。那跳了一个。看起来是有点惨，挡住，接住。这个脚。嗯，脚里没也没，以后就有个加固，好像也没什么。不、嗯，还能走到这儿吗？最厉害是走到这儿。我不知道呀。双顶住，嗯。尖。小尖，小尖完了是什么呀？挡住吗？挡住。嗯，把这出来大概没没什么问题是吧？然后呢？然后打吃，这个。这样行吗？这样被一点大概总是不会有啥大问题，或者我立一个应该也不会有大问题吧。死应该不会死。哎，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的棋的。嗯，一个搬一下。嗯、搬一个，这个劫是缓几气劫，缓气劫就是。对，缓的倒也不是不多呀。缓一气是，嗯，就是个劫，也有点气的，脚里应该还是有味道，嗯，现在从这上这个面上过来也是挺大的一步棋，哎，他是走这的是吧？对，他就是走那儿的，嗯、飞一个，哦，这一带应该是这最后的大场了，这上面，嗯，啊，白棋在上面，白棋这手棋下的挺好，这个。对，就把这两只也吃住了、哦，因为你往这走一个的话，它就退一个就行。嗯、这两只跑不了。嗯，那它能走在这一线。对，那比这个要好很多了。这一类的都要好很多。这个是吧、嗯？更近一点，就待会儿你不走的话，我就贴下去了。收官的棋了。是啊，看起来好像要慢慢收的样子。嗯。黑棋飞一个，也别打，这上面也蛮大。这种东西就判断不清楚，嗯、完全判断不清，完全判断不清。
这个也很大。贴下去，反正这个是契合吧。你既然走了这个，那我就往那边走。嗯，然后黑棋呢，他说你既然走了那儿，我就还跳，对，接着往这儿走。好像都不太大。嗯，这两个都不太大。上边这个是先跳一个很大。哦，跳一个真的很大。因为你不走，我打一接，你不已经死了吗？这棋现在也有问题啊。对，所以他必须得。现在我打一下，一扳进去。打一扳，这局部是个劫。对啊，是吧？有个劫。嗯。有个劫，这个就是收官了。他提了一下先，嗯。然后靠。初看一下，棋还挺细的，是吧？还比较接近吧，嗯，就是，哦，他靠的时候，黑棋动手了，我还以为黑棋就打算这么扳扳长长的，就这样算了呢。对，扳一个的话，白棋细棋了。对，白棋长这个吗？长吧。哦，长这个。嗯。那就怎么办呢？从那儿飞一下。这压肯定压不着了嘛，我觉得压不着也得压吧，压一个、啊、那就可以拿你打这个飞啊，哦，不大是吧？不是大，但是我压也大，压我压得着吧，压一下，这战线还挺长的嘛。是我老在看这个曹老师这个脚到底应该有没有棋是吧？对，应该怎么收才是正确的？就是怎么收啊？你说黑棋怎么收啊？对啊，黑棋收官是要加，那就加一个，狠一点不是点进去。但是加一个被他反加不也没什么招？是没什么招、啊，你觉得？那是没什么招、啊。嗯，但是这个是招啊，这个是招，这是招是吧？点这个是招，好，是吧？嗯，还是有味道的。哎呀，但是黑棋这个搬下去，搬进来看都形成什么结果？感觉上不是太便宜。对啊，我不觉得这样下好啊。就是他能打出来，其实你。我不知道他实战是不是打这个了，嗯，打了吗？打了，打了一半，你有什么便宜呢？我一点也不觉得他赚、哦哦。他打了他就走这个。对啊，特别简单的一个定型。吃两个可能亏了，还这边被人家冲进来了呀，这里。对，这样下真的便宜吗？哦，他果然是点的，不起，点这个，看看这个角的收数。嗯，白棋顶住。然后他就并一个单并就起了，看陀嘉熙在这儿展现的这个手法，并一个，对，应该也可以，但是他跳了一个，嗯，跳一个他只能打这一路去了。对，这棋是这样，就是你不能以活棋为目标，你得想着把木收住，如果被人家做出个双活来，里面一木都没有，那太惨了一点。双活的话。接上，但是好像他一粒就上火了。黑棋的话，啊、哦，白棋一粒现在是顶，这个是，这也是上火、哦。那看来就是没木啊，这没木，没有木啊，这被黑棋还先手提一下。嗯，没木。那这里面就是没木是吧？没木就算不错，嗯、没走死，嗯。不是，是算不错了，因为黑棋铺当然也有了，嗯，哎、是啊，铺一个，然后我比如说搬一个，啊，一做劫，你总是个劫啊，这就是你肯定没有进活了，这是连个进活都没有啊，我、嗯、好像没有，我简直是，哦，那黑的外围刚才很扣啊，对啊，黑白的气又那么紧，啊、有点棋是正常的，哦，好吧，嗯，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吧，对。我还想着他做出个双活来，这里面一目都没有。嗯、我想白棋好歹能成个几目。嗯。我黑棋这个围控，这个围控，哎呀，这个空被他钻进来，觉得也是挺痛心的。嗯、对，是的。白棋小飞一下。嗯。白棋再想拿呢？贴这个。他这个不贴，他被人家刺一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贴在这儿吗？贴这刺一个什么？要顶一个？不是啊，你接上吗？嗯，接上，那我一靠呢？这个子留下了。啊、
对，那就是、就是这地方就有个靠，是直接靠就有个靠啊、对，是有保卫，它要布一个。拆啊！对，他就是拆了一个。他接上，把其接上。脚底这个结是越来越现实化。哦，这个人家已经这很明显的告诉你了，你这没活。他走这个。嗯，这个白棋好像这一代，我觉得收的木收的亏了。收亏了是吧？觉得。走了就吃了两个子。嗯。后来黑的又花一手棋回来了。这是啥？点一个，他不硬。点一个，这样就被他挡住了，这中间都是空了。嗯，所以这个贴也是大。对，不硬。啊，万一他如果说曹老师这期他能贴住的话，他是不是要搬进来？都断了，跳过去再试试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，可以可以。他过的，他这个尖。对他，反正我尖一个底下是过的，断不开我。所以他要先点一个，这个棋好的，白棋下的对。先点一下，但是被人家钻进去了。我看到白的就钻下去呗，收官就木子就便宜了。对，白的四下去、这个黑棋好像不太行，我操。是吧？时空的差距被拉开了。那看来黑棋哪儿下的收的不太对，刚才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抬高一点或者怎么样？被他冲下去了，这好像看起来不对呀、是不对。我想这张该黑棋夺秒了吧？这肯定是什么地方？哪个环节夺秒了？环这就是没看到白子可能能先点一个，能这里玩风，这样是局面好像明朗化。没错，本来这棋是很接近的，就是这样一来的话，觉得有点 就白子下一步一手就把它封住，是的，太厉害了。嗯，然后这下棋也很厉害，黑棋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没什么便宜。打一下像打僵，然后。再搬，这个搬了，然后准备这么样过啊？这个木数亏多了，已经亏的不见了。对，打吃，接上，一起接住，黑棋接上，黑棋进来，这个是有点拼搏的态度了吧？这只能度过呀。不是，他走这个，他贴压压一个，他因为这个地方有个顶出来，哎对，他得贴，然后黑棋度过，我还想着他怎么还没度过呢，这件事。现在白棋下，嗯，这个是白棋的权力。这个木好像黑的被收的很惨，一会儿要挂进去。对啊，好难受啊，下的。但是白棋还。这是不牢啊！对啊，白棋好像还不肯放过你，他还长了一个，顶住，这看这意思就是要开劫了。他开了。果然是要开劫了。我是觉得他要开劫了，因为他这个招法就是一看就不像收控啊，他是想要做劫财啊。哦豁，这个棋劫财呢？他这个段都是作为劫财打吗？不一定是劫财吧？他。提到这，不过好像也是白棋吃这两个大、是吧？好像是，但是他这个显然是为劫财做准备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看他是应该，就是拐进来找劫财，这比较好。黑棋那也没得退了，只能是冲吃找打劫了。哦，这个劫，突然就开始了一个。这么大的劫，白棋这里找一个，铺一个。那黑的这个提掉，提掉，然后白棋提过来。黑棋哪有劫财啊？这地方也许都不是劫呢。这个，这劫财好像。找的劫财变少了，是不是？这地方是不是先找一个？啊，他一样，他冲完，可以挖，是吧？一会儿。哦。也可以。不知道，我们看看一下，看他这个。
他找了这个芥菜黑棋提劫。嗯，曹老师，我在想黑棋他不能先补掉吗？他怎么补啊？跳一个的话，是不是被冲了打吃也是里面也没活？跳一个他不行啊，不是、哦、跳一个他先滚，这补不掉呀。哦，他就跳一个他就断打这个了，他就断打就把你给你后手，就这样就反正这是、啊、算了。就等于收个官子，哎，对，你是这个意思。你有空收吗？可能没空当然很大这个官子、嗯。那我想刚才黑棋这个，可能有点失策了，是有点问题。他可能是应该之所以胜率降那么多，可能这代他觉得这个劫非常的严重，应该把它补掉。那补掉这本身官子价值也不小、嗯。他没有补掉，补不掉，还没有补掉。哦、这补不掉怎么办呢？嗯。他是这样，他如果说即使他是冲了打吃，这脚上也有个斑，还有斑，对，还有。但这样的就成两手劫了、嗯、就成两手劫这个局部，啊、哦，挺头痛。到底是他也没空是不是应该补？就是说什么时候补，这是个问题。没空跳啊。嗯、那你不补就遭到人家直接打上来了。现在白棋铺了一个，就黑棋找这个劫黑的提过来。嗯，哎，对对，铺了一个提过来，白黑棋找了一个。哦，黑棋弯了一下，黑的提过来，嗯、现在弯冲了一下，然后现在黑棋提劫。哦，白棋找这个，我已经看见他不理了。那、嗯、他不理了，黑棋才也不够，但是也得理吧，好像。如果说这个总得接吧，接上。不是，你不理被他连攻冲掉了。嗯，对，没错。如果说理一个的话，那白棋提劫，这劫才啊！您刚才说是这儿是吗？哦，嗯，我说这个能行吗？哇，当然很亏了啊、哦，很亏。单挖这个白棋得硬吧？这不硬好像不行啊，看起来。对。哦。他如果说提了，您就拉回来是吧？白棋可以走这个。嗯嗯嗯。你如果长是不是硬？我要算一下。不硬，不硬你就走这个，我一断，这七七你够。对，我觉得七好像不够。那因为他提到这儿了。那劫材不够，你只有一个劫材。嗯。白棋，我把这个冲掉。四五六七八。不是。我就看这气的问题。这个冲完一断了，力、嗯、我就把这劫打赢就行。看这个是不行，黑的是不行。我也觉得好像不太行，看着、嗯、哦。是吧？嗯。这个挖一个不知道怎么样，如果找那个这棋，我觉得可能是突然之间下的不好的原因，嗯、黑的下的不好的原因大概是读秒了，嗯、我觉得。对。就是从这地方开始黑的时间上可能就有问题，因为我想小米的棋应该比较快一些。嗯，小米下棋可快了。然后、对，德阳棋这个地方一个转换出来，控损太多了。是的，嗯，前面好像还差不多，我就觉得。因为我就搬靠这个就理搬，这个棋战线很长，黑的并不坏。嗯。现在这个棋。他冲到这儿的时候，黑的是，哎，现在是黑棋提劫的时候。对，这劫在黑棋手里面，然后白棋拐冲，他就把这个提了。白棋应该是冲这个的吧？哎，他就这么冲下去了。哎，我怎么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是冲这个的呢？如果说这样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觉得。不见得，没问题是吧？哎，走这。哦，他立一个。走这，我就走这就没问题。弯一个，跳。我冲了断了。冲了断，他先虎一下，可以。来不及了，哦啊，他早先虎一个，你冲这个时候我有这个棋是吧？对对。就是啊，对，可以先虎一个、嗯，就这样的时候，嗯，我就可以虎就搭一个，啊？是的，他这棋呢是这样，就底下杀气还有点讲究，这棋如果说这样，这个，嗯。这个就算他是，反正这个就算是黑棋的权利。他这个杀气的时候呢，白棋打一个单扳。假如说单扳，在顶啊。对，这有个劫，好像看起来，这不能打，打了被你冲死了。再顶一个。对，还是打劫。是的，但是他也可以，哦，他收这个不行，收这个
被挡还挡死了，就完了。对对，这个收气还挺巧妙。你无论走哪个都不行。如果你单挡呢，它就粘在这儿。白棋单挡的话，它就粘在这儿。粘在这儿，对，这个死了。是，哎，这个扳是好棋。单扳好像这其实这个局部这是唯一的下法。局部来说，这样收气是好棋。这个也是个基本功，这个棋形。这是唯一的下法，粘在这儿，这样再拖一个打劫。这个应该是局部的正解。对，黑棋也只有破了打劫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这样的棋，看着挺妙。对，他还靠这个就可以，他有打劫。这个白棋大概觉得没必要了吧？这个好像，是吧？白棋可能觉得他已经看清了，他就冲。我觉得这小米这种地方算的特别又快又准。他可厉害了，他就往这一冲。嗯，这个是没黑的。黑的就没不能挡了，显然不能挡了，冲过来了。这不冲了，太清楚了。嗯，这个棋打在底下就行了。这个棋早知今日，何必这个当初点进去？啊，当时就加了，不是加了，把它吃掉，白棋这里一个劫材都没有。是，结果论啊，就是说，当时黑棋不点了走这个，就是直接加，白的直接反加，我把这子吃掉，那你这里就是一个劫都没有了。是的，这棋也挺逗的，就是曹老师他这样的时候，他不是这儿他花了一手棋在这儿跳了一个吗？对，他本来不撞这口气，他也不用跳，他就是因为撞了这口气，他不得不跳一个，要不然被人家一长，他又挡不住了，好像。是有这个长，一直有，有这个长，他要跑掉。是啊。对。所以后来就成这样了，后来长了一个，然后下成这个样子。小米还是挺鬼的，在开机前先尝一下试试硬手，然后就开机，这个就成为很好的，然后就搞定了，就才这黑的有问题了，现在冲这个，这一冲他就不能挡了，对。黑棋是这里跳了一个，这里跳了。跳了一下。这个是先手是吗？他有个挖吗？刚才您不是老想挖他吗？在那儿。现在是不是有个挖呀？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。他现在他还是通连的，你要走这个的话，他是往这儿冲。就是。虽然你这个是先手，这个大家都看得见的。你再往这冲的时候，我往这一冲就回家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所以黑棋吧，所以对白棋来说，有了这个相当于有冲断就回家了。那么你如果要走这个，我一虎我也通连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呢？这是后手。这个也是后手，看断不了，有点那就已经通连了，这个就已经通连了，连是连上了，但是问题是，就白棋连上了，黑棋它就不够了，黑棋它就不够了，对，要顶一个，顶一个它冲下去，冲，那这胜负已定了，没有胜负。嗯，这个吃掉这一个太大，脚里全是木了。对，这本来我们还说这个脚上的事儿，本来说它是个双活，然后觉得好像能是双活就不错了。是的。可以去尝一个，那白棋得拐了。不厚。是的。然后。这个不补是什么呀？不补有问题了，不补问题很严重了。你随便走什么都有问题啊。随便走一个什么？跳点。对。跳点他冲。冲我挖不回去是吧？对。那还不一定有问题。我就看了半天，这个、这棋是走哪儿的才能把它断开的？我想的简单了。我知道了，这儿有个劫，至少是。没有。什么劫？这个劫也不是很容易，劫也没有，那他可以不理啊。如果这么说的，靠这个我可以冲这个。对啊，是的，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这怎么断开的？好像没好像也不好没看清清楚它是怎么断开。人家就自己连了一个。味道不好，怕、怕这地方什么？万一有什么问题？对对对对。万一放心，那么我这里双一个总是没问题了，大概。嗯。看着蛮清楚了吧？对，可能跟这边也有点关系。那我双一个不是就应该没问题了？嗯。嗯，他是补了个最厚的黑棋，是挡了他是拐了那个对黑棋挡，黑棋挡是有就有冲了。是的，这个并一个黑棋还在下，还在继续坚持中，这已经差距很大了。这棋，他然后黑棋搬一个，这个是收官，这是在官，收官。整理一下心情吧，我觉得这个跟胜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是这些没有看到什么地方可以挣扎了，连挣扎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跳一个，这个大概就要结束了。我看这个棋形像，这一段大概是没有了，应该是，因为你要跑，我攻两下，把这个断进来，对，这肯定不行。没法下了，还有了吗？应该没有，这是最后一手了。对，没有。对，这盘棋应该说后半盘可能。对，后半盘。嗯。其实前半盘还是蛮精彩的。没错，这是的。这个图形是第一次看见，吃了那么多，好像还是双方均势的样子。这是一个转换。转换。对。就是白棋失控，黑棋外势。嗯。当中这棋布局当中的一个分歧点就是黑棋这个压要不要压。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压，嗯，就是走上面比较好，但是我没有看过人工智能，不知道是不是他有什么别的想法，这个是不是第一节、是不是首选、我不知道、可能是吧，哦、也说不定也可能是，就是、但是我觉得这棋我下的话，我觉得下上面的比较容易掌握，我被对手这么一飞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别扭，因为顺势进攻的话就进入我的阵营里来了。然后这一带因为白的特别厚，你白的再拐也不是太可怕，这么厚的地方经常成空，我就放心的点脚好了。这是我最初在布局中的第一个就是有想法的地方。不过后来双方其实也是下的蛮紧凑的，不能说双方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出来。这一代其实黑的也，我觉得下的也挺好的。后来就是一个细棋在收官，主要还是可能黑棋忽略了这个劫的这个重要性。这是一直就有的，就是时刻要提防着白棋，就是打了搬进去开劫，这劫材型黑的一定要注意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在收官的时候，可能我觉得陀嘉琪判断什么地方是出现错误。我觉得应该也是多秒了吧。对，这地方白的打进来，白的空得了太多了。是，那看起来小米的官子也很强啊。这虽然说他最后亮了一刀，小米是挺均衡的啊，挺均衡的是吧？是吧？你没觉得吗？是并不是什么时候说过他官子不强？我只是觉得他的官子可能不如他的战力那么强大，他的战力更强大一点。战力是强大的，就是那官子也是还可以的，应该还挺均衡的。官子也不弱，应该说总体来说他的计算就是非常的厉害。当然，陀嘉琪这盘棋，我只觉得他就是时间上，我觉得他输在感觉上，第一就输在时间上。对，他有多秒的话，因为有些就。出招的话就没那么精细，对，精准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这个就是读秒的时候，一分钟一次，这个读秒呢是五次一分钟。现在棋我们也确实越来越快，是的，就是每方两个小时，保留五分钟读秒。这基本上这现在是传统的规则了。传统，现在面棋可能不是面棋，就大家用的特别多。大家容易网上下的棋可能就是用两小时，因为现在还有一点，就受人工智能的影响，我们的比赛啊都是没有中午没有暂停的。他们12点开始下的。所以呢，就时间就不能有什么每方三小时，每方三小时就是等于是没有吃饭的时间下要下六个小时以上，七个小时，甚至八个小时，这个对棋手来说也是太辛苦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时间上就缩短了，因为没有午休。其实本来午休
也不叫午休，就是带吃饭的时间，当本来中间比如说上午开始比赛，中间有一小时休息时间。对，是的是的。现在都是直接下，一口气下完。对，下完的话，所以确实确实不宜太长。对，嗯。那这盘棋结果呢？我们都已经看到，就是直白的芈昱婷是中盘胜了陀嘉熙。对。那么应该是芈昱婷最后跟柯洁争夺挑战权啊。是的。柯洁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现在状态都还不错，尤其是我觉得芈昱婷状态很好。那请大家继续关注吧，这个我们已经第36届的田园赛了。是的，明天将会出现挑战者。嗯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嗯，下次再见。